哎，我帮你拉好不好？吊牌。大家好，我是猛兽，今天要来突袭 Yuna 的家，原本是跟他约明天，我们现在先打电话给他。喂。喂。Hello。Hello，Hello。在哪？怎么了？你在家吗？在家，怎么了？真假的？我现在在你家附近欸。这随便点，你不是说明天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我现在要突袭你家，可以吗？我可以说不要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已经在家门口了。你穿。干，不管你，我现在就是要突袭去你家。我现在已经正在你家的走廊一楼嘛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们，他要开门哦。嗨。我家猫是吗？你好尴尬，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收一下这个吗？不用收了啦，你等一下要干嘛？你现在要去上班吗？现在要去上班。几点？八点。八点？那还很久啊。还。我们先突击一下你家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去上班了。留日酒店妹的家里长这样子，好像其实蛮普通的，其实。这样一个月多少钱？这样一个月大概八万多。这么便宜？八万蛮贵的。真的假的？你酒店妹，你住一个月八万日币，我现在说的是日币哦。那这个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可以不要，这是你的吗？可以不要放大吗？不要。那个后面的衣服也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的。上班的衣服是不是？对啊。刚好，要不要为大家展现一下，就是日本的酒店都是穿什么衣服上班？好吧。哎，这件看起来不错哎，那就这件吧。我先回避一下，你先唱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到这个镜头这边哦，我这样如果你拍到就不干我的事了。要有人帮我拉后面，他拉不起来。哎，我帮你拉后面，我先。哦。等下这有拍到吗？等下你可以蹲下来一点哦。等下你转过来，你给他转过来。哎，我帮你拉好不好？各位觉得这一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还可以，要不再换一套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好吧？我挑一下好了。哎，这个看起来蛮下流的，这个好了。下流，你就是先这个好了，先选下流就是。OK， 他现在换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再看他下一套衣服长什么样子吧。哦，这个挺厉害的，哎，我这一套蛮屌的。这一套有点下流，这套有点下流。你看那套就不下流了。这一套比较下流，我比较想要上流。好近，太近了。我可以选那个。那我可以先问一下你是几号选手吗？七号です。哪里？七号还是八号？七号，八号太夸张了。七号是 G 啊。哦，七号是 G 是吧？你不要混到我，你害我以为我的算术是有问题还是？站起来看一下吧。感觉你觉得爱的魔力转圈，这样有点拍不到的。今天上班要穿这件是不是？今天上班穿这件。再看一套了，好不好？再看一套吗 ？OK， 第三套好了，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吧。这一件必须要遮一下。讲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件是你这三套里面最好的一件。它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是里面最好的一件。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看一下。有点说不出话来。我觉得这件还不错哎。是吗？cosplay 看一下。认真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在这里。哎，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装尸体的袋子吗？有点可怕。不要讲出去，
都不能上传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怕我被警察被查电表。查电表。查水表。不是电表，是水表。等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。嗯哦、好了吗？这一件看一下哦，这是哇运动服哎、欸，这就没办法穿高跟鞋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件可是我那时候上哦，对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是穿那个就是普通的布鞋。那会有制服吗？学生的制服？下哦，这个月这个月。大家如果想要看他的那个学生制服的样子，追踪他的 IG 在这边。那你脚要再稍微开一点点。好了。这样子。好了，好痛啊！我要遮脸，我要遮脸。欸、好好好，遮脸也可以，其实，嗯。我脚好痛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看得很开心，我们谢谢 Yuna， 那我们突袭就这样结束了，拜拜，那我回家了，快走快走，你自己好好上班啊，好好赚钱啊，好、哦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追踪加订阅哦，拜，抓鞋子，抓鞋子，差点直接走出去，拜，拜拜。